大家好，我是林立杰，林立杰，I'm Benjamin 哦，Hello，那么首先啊，祝各位2016年顺心如意，Merry Christmas 哦，and Happy New Year 2016。那么哈，过往都是暗战啊，今年来一个无同款的哦。用私信跟大家感谢哦，那嘛顺便测试这些荣耀的这个功能啊。那么，我现在就是哦这个状态哦，第一手的哦，没有加工哦，原汁原味哦。那么人生走到这里哦，人生加加加，感触很多啊，也感谢过往提携指导的朋友啊，让我。现在啊，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啊，做好工作啊。我今嘛伫信通生技集团啊，担任法务主管。那么有关集团子公司、投资公司啊，作为法律事务的这个统筹处理啦啊。因为那么有各位过往同事啊、朋友、主管的指导，今嘛目前一切都顺利啦啊。那么我。脸书哈，无太敢看啦吼，但是我也关心哈，特别是各位哈，我会找时间去看各位最新的状况哦。啊，我嘛会适时哦，带我家己的部分啦吼。那么佫讲落去哦，敢若是即个总统的文稿啊。不过我这篇应该是比马英九哦较好挂啦吼。那么最后哈，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